我现在拍的是他们帐篷里面的啊、哦，这个帐篷这真的是有经过一个很好的设计啊、哦，你看看哈、哦，那整个 feel 呢非常好，不会让你感觉是破破旧旧的，而且是用白色的，所以整个会场的感觉那个不会因着有帐篷的那种感觉哈、哦，所以特别录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帐篷的设计。